保健院嘅大病毒流行嘅時候啦，咁美國咧就通過咗全國50個省咧乜嘢事啊？同性婚姻合法化啊！咁嗰日當法會通過咗之後咧，呢、這個克林頓啊，奧巴馬，奧巴馬就即刻喺個 Twitter 裏邊咧就發帖，就話咧慶祝美國今次嘅裁決咧係邁向公平嘅一個大步。咁呢件事呢、這個公布即係公布咗之後咧，咁咧呢個烏干達嘅總統咧就表示反對，佢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呢個通過。咁於是奧巴馬點樣講？奧巴馬回應係咩咧？佢話好，如果你反對嘅話咧，我就取消原先諗住資助你嗰4億美金嘅援助。咁啊，烏干達總統又點樣講咧？佢話4億美金唔需要。能夠救助烏干達人民的方法不是美國的援助，而是按照上帝的說話來活着。我們經常都說神的說話是我們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其實我們真正領受的是多少？真正付出的是多少？甚至在我們今年做的Simple Discipleship裡面，是不是我們那個簡約門徒訓練，他說有一個基督徒成長有4個主要的方向，其中第2個就是神的說話。神的說話的確是我們成長一個不可以缺少的真理的基礎。或者今天就讓我們透過《撒母耳記上》第3章去看看，究竟神的說話對我們這個社會的群體，對我們的個人有什麼咁重要呢？我們一起看聖經，我們呢就唞啖大氣，一次過讀曬呢18節聖經啊，1、2、3。Thank you.
接受耶稣。感谢你，听下你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日佢介绍啲故事嘅背景，佢话咧，当时系一个冇耶和华言语嘅世代。佢第一次咁样讲，系耶和华嘅言语稀少。耶和华嘅言语稀少，系知道耶和华我哋嘅神已经好少同人讲嘢啦。耶和华我哋嘅神已经好少再去呼唤人，去呼召人。耶和华已经好少去发声。其实你发觉同而家嘅世代都系差唔多。人嘅耳朵好似发沉，好似好多嘢塞住咁样。我哋唔中意听神嘅说话，其实信徒你都发觉唔例外。我哋越嚟越中意听世俗嘅说话，我哋越嚟越中意似外面嘅人，我哋越嚟越世俗化。我哋对神嘅声音系置若罔闻。耶和华嘅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意思即系话咧，神同人讲嘢咧接唔通啊！好似你打电话打唔通咁样 ，Your call could not be connected. Please try again later。系咁嘅，或者系咁样讲，The person your call is not available。Let's leave a message. Please press one. Oh, hang on。就系咁样啦。神打电话俾你打唔通，或者你唔话俾人听，神留言咧你又唔复 call， 就系咁样嘅年代。其实以利就系咁样咯。呢度讲啊嘛，神同以利讲嘢，但以利咧好听从。呢一个系一个唔中意听神言语嘅世代。我哋平日我哋唔会灵修，我哋好少睇圣经，于是我哋冇神嘅说话。于是佢就小组咧，小组长话：我哋而家系灵修分享。哇，鸦雀无声，系咪咁样咧？系咧。咁好啦，我去到查经啦。大家好英文咁读完一段经文之后咧，就你有你嘅意见，我有我嘅。位度，我覺得應該係咁樣睇嘅，但聖經可能唔係，佢又唔知道聖經係咁樣睇喎。佢話應該係咁樣睇嘅。好啦，講到啦，唔好講呢啲嘢啦，弟兄們唔中意聽嘅，講啲心理學啊，誤導我咪好咯，係咪啊？咁邊有神嘅説話咧？冇神嘅説話，冇人講神嘅説話，自然就冇人會聽神嘅説話。正如以賽先知咁樣講。冇傳道嘅，怎能有聽見嘅咧？冇聽見嘅，又點會有相信嘅咧？其實比較而言，你發覺而家呢個世代發展得最快嘅宗教，知唔知係咩宗教？伊斯蘭教同埋佛教。你日日睇新聞嗰啲 IS 都喺度殺人啊、放火啊、拆毀啲文物，唔係基督教同埋天主教，反而係佛教同伊斯蘭教。其實呢啲嘅信仰咧。你發覺起早幾十年咧冇乜人理嘅，但係相反嚟講，佢而家即使啲好文明嘅西方國家裏邊，或者一啲好科學、好昌明、科技好先進嘅國家裏邊，佢哋都對呢啲信仰好有興趣。呢啲所謂富有神秘、東方色彩啲神秘嘅思想好有興趣。你知唔知早幾個月喺澳洲嘅 Newtown 有一間好舊嘅教堂，被一個收購商買咗？呢、这個收購商以201萬買咗，幾個月之後以255萬被人再即係賣翻出去。咁呢個收購商話：我預咗我最少225萬可以賣到，而家255萬被賣咗出去。你知唔知喺邊個買咗啊？係一個叫做藏佛咩？即係藏傳佛教啊！你知唔知佢賣咗乜嘢啊？將教堂改成寺廟。咁我早排咧睇香港新聞咧，就發好多所謂80後、90後嘅嗰啲嘅老女士咧，好興咧就係請一啲泰國佛教嘅啲和尚嚟嘅，就幫佢哋做乜嘢咧？喺個背脊嗰度咧，係去刺身啊，刺啲符落去。即係人哋切青就切朵花啊，切個名嘅啫。佢又抹到符落去。佢話點解要咁樣做咧？佢話咧，想轉運咯，想多啲男仔追咯，想公司升職快啲咯。咁佢講係其中一個女士，佢係啊，抹咗呢個符之後咧，哇！我十幾年冇聯絡個男仔，突然間打電話俾我。你知唔知抹一道符要幾多錢啊？8000到10000啊！
值的。你估不到这个世界是有这样的人，对这些重的宗教信仰吹之若鹜，但相反对神的说话起连三伏气，讲来讲都是信望爱信望爱，我都知道不用再说。其实撒母耳的年代为什么没有神的说话呢？我们可以跟撒母耳，可以跟神跟撒母耳讲嘢嘅面对，我哋所读嘅第十一至第十三节咧，你就揾到答案。其实神曾经跟以色列人讲嘢噶，只不过佢哋冇听过。应该咁样讲，神曾经跟以利讲嘢，透过以利同以色列讲嘢，但系以利冇听过。人唔接受神嘅说话，后果就系接收唔到神嘅说话。好自然噶，你都试过啦，你叫你个仔做嘢，叫几百次佢都听唔到噶。跟住你叫佢做啦，冇啊，你冇叫我啊，佢唔想听啊嘛。咁自然你讲几百次都听唔到噶啦，佢当你放个录音带啫嘛。所以做爸爸妈妈嘅唔使噶，讲一次佢唔做有噶啦，好做啦噃。于是咧整到自己掹晒擦，块面咧啲皱纹都多几啊，都系掹佢自己。佢唔想接受就自然听唔到。以你嘅情况就系咁。神呼召撒母耳连续三次，直到第四次才接得通。为什么这么艰难呢？为什么这么艰难呢？究竟神要跟撒母耳讲什么呢？你看回第十一最后第四节，原来呢神跟撒母耳讲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，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，而且起码对撒母耳来说没什么特别，这么辛苦，他应该有些惊天动地的东西给他知道，然后就叫他就公诸于神，又不是的，是些无关重要的东西。神并不是呼召撒母耳去做传道人，又或者叫撒母耳做一些做一番大的事，只是告诉撒母耳这个以利怎样不行，是不是他怎样不行，他会有什么后果。我们再看回十一节、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他没什么的，就是说他不听话，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就要怎样怎样，这么辛苦打电话打四次他才听到，竟然说他这样的事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向撒母耳说， 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与明。这句说话很重要，我必行一件事，事这个行一件事，这个的事字，第十一节的事字，其实就是等于第一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言语这个字意思就是说，我必行一件言语，我必行一件言语。神的说话讲了没人听，怎样啊？我自己做出来，神说那就我自己做出来，我去行一件言语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人的反应呢，他就说是耳鸣，意思就是很震惊，很害怕，非常之害怕，因为耶和华要实践他要做的事。神要人做的事人去做，神就自己做，后果呢就是审判，就是审判。人不听神的说话，后果或者恶果就在社会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恶果出现了的时候，你发觉人才肯听，人才肯听，人才知死啊！为什么这么说？早前呢，我很久之前了，美国著名的牧师葛培里的女儿，就在911这个事件之后呢，就被美国的教堂去访问，去出席这个节目。咁個主持人咧就擔當直入問佢：點解神會讓呢啲嘅悲劇發生咧？即係點解要用911呢個悲劇發生咧？咁郭培利嘅女咧就非常之有智慧，講咗下面呢一番嘅説話。佢話：我深信神對我哋同我哋一樣，為呢件事非常之痛心。但係美國人喺呢年裏邊將神從學校裏邊趕走。将他从政府里面踢走，将他从我们生活里面剔走。我相信神只有幽默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无奈踏出。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的，为什么现在又要问神你去哪里？为什么我们
展好唔好咧？佢話某年有人提出學校裏邊唔可以祈禱，因為學校應該宗教中立，學校冇權要求學生祈禱。於是我哋就話冇問題 ，no problem。某月有人覺得教導人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要我鄰舍呢啲嘅聖經係落伍啦，不如咧將佢從學校裏邊咧攞走。我哋話 no problem。某日有人話孩子嘅自尊心好脆弱嘅啫，我哋唔應該使用體罰。講呢句説話嘅人咧，佢個細路仔最終係自殺死咗。我哋話 no problem。某一刻有人話時代變咗啦，老師校長唔應該責罰學生，學生承受太大嘅壓力啦，因為怕惹怒家長，引起傳媒嘅報導，學校唔敢去處罰學生。我哋就話 no problem。有人咁樣講，孩子有受底係有人權嘅，佢哋有權接受墮胎嘅手術，而唔需要話俾佢哋嘅父母聽。我哋話 no problem。佢話與其閃閃縮縮，不如主動教孩子如何使用安全套、避孕套。反正孩子都係好奇，婚前性行為冇咩大不了啫。我哋話 no problem。有人話工作同私人生活應該分開嘅，只要嗰個總統能夠搞好經濟，我哋做乜嘢多管人嘅私事呢？人人都有自己嘅私隱㗎嘛。我哋話 no problem。有人話瀏覽色情網站係個人嘅自由，即使係兒童色情網站又點樣啫？呢個都係個人言論自由嘛，關你咩事呢？我哋話 no problem。有人話現代人應該有開放嘅思想，電視、電影嘅色情暴力只不過係反映社會實況，關於毒品、強姦、謀殺、惡歌等等呢啲嘅歌詞，不過係宣泄情緒、舒緩壓力，點解要大驚小怪？想做就去做啦！我哋又話 no problem。成年人為社會定下以上種種嘅社會制度之後，我哋又要再追問，咁樣而家我哋嘅孩子點解會冇良知咧？點解我哋嘅孩子會持槍殺人咧？點解13歲嘅細路仔就成為人嘅父母咧？點解咁樣一個悲劇會發生咧？神無奈咁樣回答：孩子啊，係你哋唔許我踏入你哋嘅生命裏面。如果我哋細心去思想一下，我哋唔難發現呢一切係我哋自己造成嘅。我哋親手摧毀我哋自己所創造嘅。有趣嘅係，人離開咗神，卻又質問神：點解整個世界會走向地獄之門咧？有趣嘅係，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可以相信報紙上所講嘅，卻質疑聖經上面所講嘅。有趣嘅係，你可以透過電郵發出笑話，而且好快就講完。但你對發出與神有關嘅信息嘅時候咧，你卻覺得猶豫。我收過好多啦，嗱呢啲有咩用㗎？你存咗幾多錢咧？你就得福啦咁。哇！係基督徒 send 俾我嘅，我就心諗。你知唔知道你而家做緊咩嘢？你相信咗未？話我話俾我聽，你係基督徒，你相信嘅，你做呢啲嘢你就有福噶啦。佢唔係指神俾我咁福氣嘅。有趣的是，不雅同埋色情嘅文章喺網上面自由地發布，但喺學校及工作環境裏面，對於神嘅公開討論卻被抑制。你而家又諗緊啲咩嘢？有趣的是，當你將你的郵電轉送出去的時候，你不發給很多人，因為你不知道其他人的反應是怎樣。有趣的是，你對別人怎樣看你，比神怎樣看你，你覺得更加重要。弟兄們，其實不單止美國是這樣，我們澳洲都是這樣。我很記得就是，我想大概6-7年前左右，你經過 Fanfong Road 再上 Penny Hill Road 沒多久呢，就是一個燈位叫做 Copland 的，即是
啊，一直做清楚。你知唔知以前嗰個燈位咧係綠燈，係可以冇紅字嘴。你知澳洲嘅燈係就綠燈就可以照入，但我哋忘記咗嗰條斜路嚟，係暗斜嘅斜路，你根本睇唔通前面，因為佢嗰度綠燈，前面嘅燈都係綠嘅。咁但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，最近呢幾年咧轉咗啦，係綠燈紅字嘴，永遠係綠燈紅字嘴，唔會淨係綠燈。就因為咧，曾經發嗰次就發生嘅交通意外，個女仔好年輕嘅咋，18歲，綠燈轉右，前面暗斜，車流無知，好似造成之一死定兩死喎。自此之後咧，嗰、那個燈位咧就多咗個紅字嘴。人就係咁樣嘅，一定係喺痛苦裏邊、惡果裏邊咁，你先知道啲人出咗問題。香港都係啦，最近又有老師自殺。於是咧，啲人就要起嚟啦！啊，要檢討啊，香港個教育制度啦，點樣點樣啦，學生嘅制度啦，老師嘅制度，香港個水出咗問題啦。然之後先發覺咧，整呢啲水喉工程點樣咧？好多部門咧都係冇把聲嘅。於是又話要檢討，又話要重組。我哋人就係咁樣，好似我哋都係啦。係咪到我哋嘅家庭出咗問題？我哋人際家出咗問題，教會出咗問題，我哋先發覺原來冇遵循神嘅説話咧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唔聽神嘅説話，惡果係自負嘅。係咪真係要等到呢啲惡果出現嘅時候，我哋先知道要聽翻神嘅説話？你唔聽神嘅説話唔會落空嘅。神講咗做就係做，事態嚴重。又或者咁樣講嘅，我哋可以好好去反省喺呢啲嘅問題。難處喺啲嘅挫折、意外，甚至我哋嘅疾病裏邊，去反省一下，係咪神要你聽翻佢嘅説話咧？嗱，我唔係話神特登整個燈嘅你，唔係呢個意思，係有啲係我哋自己自招嘅，係因為我哋唔聽佢嘅説話，引致咁嘅惡果。咁樣我哋又可唔可以從呢啲嘅惡果裏邊，我哋做一啲嘅反省咧？就唔好好似佢咁。其實弟兄姊妹，苦難困境有時係好嘅，因為一個神俾你個嘅擴音系統啊，大聲提醒你，你出咗問題。之前音聲細同你講，你聽唔到嘛，咪拍佢落後面走咯，係咪？好醒啊！咁樣人係咪好絕望咧？人係咪好無奈咧？又唔係喎，你發覺神從來都冇放棄過我哋，即使我哋唔聽都好啦，我哋嘅社會唔聽到神都冇放棄。正如神不斷呼喚撒母耳，神不斷嘅呼喚撒母耳，證明一樣嘢，神冇放棄過我哋，雖然我哋唔聽佢。其實神呼喚撒母耳呢段嘅説話咧，已經對以利講過。佢呢句嘢嚟講過，點解佢仍然要咁出力、咁使勁一而再、再而三咁要強調要跟撒母耳接通呢兩條話咧？神究竟吩咐撒母耳做啲咩嘢？原來只不過話俾佢聽，佢嘅説話要應驗，佢嘅説話要應驗，佢同以利講嘅嘢要應驗。神同撒母耳講嘅嘢有啲咩咁重要咧？如果你想知道神同撒母耳講呢啲説話嘅重要性咧，你就要睇翻《撒母耳記》同《士師記》嘅關係。《撒母耳記》其實係接續《士師記》嘅歷史年代嘅記載。當你睇《士師記》嘅時候，你發覺一句説話經常都出現。佢話：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睛看為惡嘅事。呢句説話不斷咁出現。士師嘅年代係一個冇神話語嘅年代，人任任意而行，冇聽從神嘅説話。而喺士師記最後嗰章最後嗰節21章第35節咁樣講：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嚟到撒母耳嘅時候，耶和華想設立一個新嘅年代，一個新嘅歷史時刻。
神要正式接纳先知呢个职份。撒母耳是首位神要成立的先知，而这番说话就是神向这位先知第一次所讲的。所以这段的经文或者这番说话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内容，是在于是历史的转变，是多位的转变。神再不用祭司帮他讲的，神要转用先知这个形式和以色列人讲的。其实你想想真是，如果那群的百姓听话，他们当然可以透过祭司来听到神的说话咯。因为祭司每逢安息日每逢节期就会将以色列人带到去会幕前面，将神的律法律例典章教导他们的嘛。百姓可以从一个正常的途径去学习神的说话，去听到神的说话。就像我们今天透过主日学，透过小组，透过查经班，透过崇拜，我们听到神的说话。问题是以色列人不听，以色列人不听，于是神要用另一个方式，用了先知成为他的代言人，去将他要做的事讲出来。神不厌其烦，一次又再一次的呼召你，就是说此后他不再用士师，不再用祭司成为他的代言人，而用先知成为他的代言人。以利不听神的说话，神就兴起另一个人，让先知以这个身份来帮他宣告的说话。所以这番说话的重要性就在这里，是职位、时间、时代的转移，不是个内容。弟兄们，今天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说话，他都会兴起很多的先知来提醒我们。其实教会今天就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。教会里面有谁呢？就是传道人和你们。原来你和我就是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，向周围那些不听神话的人将神的说话告诉你们，他呼唤我们去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，将他的说话向那些不肯听他的事情的人，因为这些人已经厌弃神的说话。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样关于神的说话。第一样就是你发觉神的说话很有权柄的，他讲了就一定会实践，就算你不理你不睬都好，他一样会将这些说话化成行动，他自己去实践，证明神的说话是充满大能。第二，神是满有怜悯，神是满有怜悯。纵使人不听到神的说话，不愿听神的说话，但神仍然三番四次不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说，去呼召你，让人终归都能够听到他的说话，就好像撒母耳一样，让撒母耳终于都能够听到神的说话。等着他，可能神已经跟你说了很多年了，神已经跟你说了很久了，神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你都听不到，你都听不到。但是神没有放弃，他会用另一个方式来再提你，可能是透过你旁边的弟兄来提你，可能当你翻事的时候，某人的分享激励到你，是的，不是神的。其实这个就是先知的说话，这个就是神的提醒，很自然的，不一定就是打开圣经才看到。在你周围的日子里面，在你周围的身边朋友身边，你所见到的事物，神都在这里，神都是提醒你，他没有放弃你，是神主动去提你，主动的去引你，呼召你。神的说话对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那么重要？对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那么重要？现代人的通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很被动，我们很被动，我们很消极，很被动。很多人是不察觉自己有这个问题，我们只是形形色色奔波劳碌，表面看来呢就能者多劳，其实里面呢是缺乏动力。我们拼命是借助一些外面的事物来到推动自己去前进，鞭策自己不断的进步，是我们只是借助一些外在的环境事物帮助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很多的
人職保險公司嗰啲管理階層嘅人咧，佢哋嘅公司點樣去鼓勵佢哋做嘢咧？就係咧，當然就係高薪厚職去推動佢哋去搏殺為公司咧聯繫。佢哋會先讓呢啲嘅員工咧去豪華俱樂部五星級嘅享受，跟住再用遊艇啊、豪宅啊、靚車啊等等咧，去有利佢哋。使呢啲員工咧奮發追求達成目標。咁當然除咗有利之外咧，社會上面仲有另一招嘢，就係威逼。一方面咧用物質嚟到引誘你，等你搏命去做，作為一個奴隸；另外一方面咧就頻頻施壓，如果你唔達標嘅話咧，你就被淘汰啦。於是咧就逼到你咧拼命去做，我哋唔敢輸。早兩年喺 YouTube 咪放咗一條片，話一個售貨員跪喺度求單嘅，哇！呢、這個人咁賣命嘅，呢間公司嘅產品真係咁好咩？唔係，你冇單，你唔夠單咧，你就被炒魷啦嘛！我哋警察抄牌都係咁嘅啫嘛，你都真係咁勤力啊？你交我哋咁樣講啊嚇，要交數噶嘛，係外邊嘅嘢逼使佢咁樣做。不是他自己的裏面真的有這個動力想這樣做，頂住他教我都不理我，教我都不理我。有一次在這個會裡面有人這樣說，你不要想哪間教會，我們教會頂住他不是很喜歡派單張，他們不去派單張，那怎麼辦呢？我想這個方法就是我整兩點單張，我整兩點單張他就會派我，是不是這樣啊？我哋教會每個月做呢個禮拜都派單張，要去嗰啲人咧就要去，唔去嗰啲人咧你講幾多次佢都係唔去，你將單張俾得幾耐都係唔去。當然佢唔得嘅，我平時派咗啦嘛，咁咪佢又唔使去咯，係嘛？我嗰個好忙啊，我咪去唔到咯。咁但係佢唔一定唔一齊話，你裏邊根本冇呢個動力想去，你冇呢個動力想去，所以就算你安排幾多個活動。他不去就是不去，你怎樣吸引他不去就是不去，他根本沒有這個動力，沒有這個動力。我承認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搞一些外在的東西來推動我們動力，但是真的要你動呢，不是外在的東西，是你裡面自己的動力。很簡單，一部汽車它不動，你找到十個大人抬它，是啊，抬都動了，你抬得多少次呢？你要呢架車喐，最終係咩方法？你裏面自己攤著佢啊嘛，你攤著咪喐啦，使咩用十個大腳都抬佢咧？問題就係我哋裏面唔喐，我哋冇呢個動力。講得白啲就係我哋冇咗嗰團火，係咪？我哋冇咗嗰份嘅熱誠啊，冇咗嗰股嘅動力啊！好簡單啫，點著嗰團火咯？用乜嘢點著嗰團火啊？唔係靠外在嘅活動啊，唔係靠外邊嘅環境啊，係你自己裏邊被神嘅説話激勵，係喺你裏邊神嘅話語去呼召你，係嗰度能夠令你攤著嘅日子。求神俾你一個愛憐嘅心啦。你一個愛憐的心，你就自然去做。無論是派單張也好，甚至你周圍工作環境也好，真正需要的是那團火被神去攤著，是這個動力，是這個動力令你去前進。動力呢不是自己可以支出來的，動力都不是我們可以怎樣推動或者逼自己出來的，是靠神的說話，是靠神的呼召流到你的身上，叫你去做。动力是来自那里，神要做的事神呼召你，推动你去做，推动你去做。神的说话是很有能力，是祂主动而且是定义要成就这些事，于是祂就透过呼唤你，告诉你你要做的。
人唔去做，後果神就係自己去做。今日呢個時代，神不斷地發出呼召，不斷不斷地發出呼召，不斷不斷用佢嘅説話去提醒我哋。教會有好多事，我哋推行唔到分辨，唔係因為牧師想做唔到分辨，而係神想帶住你成長，佢透過呢個方法要你成長，係神要咁樣做，唔係你牧師同牧師我要你咁樣做。如果是我們去這樣做，你很痛苦，是神告訴你，你要你怎麼成長，你呼喚他們，叫你回來，叫你去做，叫你透過他們成長，將那些頂住他們帶回來，將不順的人帶回來，讓他們悔改歸向神，頂住他們神定義做這件事。教會的前途是怎樣呢？我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神定義要教會成長，哪个方法令教会成长，神就用哪个方法。神让我们留在这里继续可以令我们成长的，我们就会留在这里。神让你们要出去，因为出去你才成长的，我们就听话出去。神今天不断地呼唤你，不断地唤醒你，会为你做一些事情。你愿意做一个听话的人，你愿意做一个有行动的人呢？为神去发言呢？神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呼召撒母耳，同样他今天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用他的说话去呼召你。你愿意去行出来呢？神今天呼唤你，不一定要你做传道人，你不用想得不是的，他不一定要你做传道人才呼唤你，他甚至不一定要参与侍奉，但他起码叫醒你，他叫你，他要叫醒你，让你里面那团火能够着火。神给撒母耳的是一个职份，至于这个职份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在这里就发现完全没有关系。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到你的职份，你要找到神在你身上的前景，你找到神在你身上要你跟他说些什么，神要透过你的口为他成就些什么。领着神今天跟你说，我们经常以为这个世代是没有神话的世代，其实不是，是我们听不懂，是我们听不懂。我不怕神不说话，我只是怕弟兄姊妹听而不闻，唯有让神的话语，神带来的言语进入你的心灵里面，你才得到这个动力，你才能够做神要你做的事。至于怎样去听神的说话呢？下回分解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因为上帝多谢你，你才能这样呼唤神的意去为你成就你的工作。我都相信今天你呼喚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去為你成就你的心意。主，讓我們起你的面前去禱告，讓我們起你的面前去躲開迎接你給我們的呼喚。多謝你今天給你的說話，聽我們禱告，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